发现状况，我要赶快去支援119，这里有爆炸，赶快出动。还好我们车子已经检查完毕，我们快点出发去救援吧。出动。紧急速往外面移动，里面的人赶快出来！紧急速往外面移动，里面的人赶快出来！我们赶快去去救援。没事没事，里面没有发生爆炸。我们已经检查过了，里面是平安的。里面没有发生爆炸，是不是你讲错了？嘿嘿嘿，我本来是要说你的。爆炸头很好笑，结果话还没说完，消防车就到了。只是我的新发型，你也有爆炸头啊！平安就好。一个夜空梦飞出了天窗，彼此彼此相处所有时光。再大也总要回家，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，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，力量无限放大。我们别像是家长，为现实烦恼，不管还是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。
人家说啊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这个表演真的是太厉害了。谢谢，好可爱哦，真的好有朝气，好有精神哦。